我覺得就除了鄺俊宇之外呢，其他那些就是四個字說呢，就是語無倫次。實際上他們向來都是這樣的，大部分都是指桑罵槐啊，用開以往那些理論，全部都是空洞派的，那就說欸，你們做得不好，政府做得不好，那我就要剁，我要削。咁啊，有啲以前更加離譜嘅就係講到成個消防嘅制度裏面，消防處嘅嗰個開支，咁佢都削咗去。咁啊，警方嘅又一樣，喺佔中時期嘅時候，就仇警，於是乎就係借呢個場合嚟去無理咁樣削減嗰個開支，呢完全唔恰當。今日我哋聽到係咩呢？尋日譬如好似梁繼昌咁，佢話：喂，我哋就係呢一個，實際上就係呢一個逃犯協議嘅問題，會產生咗好大好大嘅對香港嘅影響。咁然後於是乎又作一個調整，就削咗部分嘅開支，政府開支。咁如果你真係要談論逃犯協議嘅問題，我哋將會開呢一個草案委員會，喺個正式嘅嗰個場合裏面討論啦，唔需要咁樣借題發揮。咁另外就朱凱迪咧，亦都又批評政府對囚友方面嚟講咧，就係好刻薄啦，啊食嘅都唔夠，有囚友咧就係攞咗個麥包上自己嘅嗰、那個呢一、這個嗰、那個囚室嘅時候咧，都被加監咁。咁但係喂大佬，嗰度唔係去希爾頓，唔係去住咩酒店，又唔係去度假村，嗰度係懲罰，係要懲教嘅地方嚟㗎嘛，你使唔使要俾埋 WiFi 佢呀，與外面接觸啊，有呢一個溝通啊，上網睇下自己啲囚友仲有邊幾個，仲有朋友有邊幾個會加盟佢個嗰個囚室嘅，係咪要咁樣呢？即係嗰啲其實係完全係離經半道嘅説話。請你停停。好啊。朱亞迪有咩問題？主席，何君堯議員咧可能搞錯咗啊！呢個關於懲教處嗰部分咧係冇修正案嘅總目嚟嘅。我明白。何君堯議員，請你翻返呢個辯論。好，咁我講完之後，咁 OK 啊，咁點解要講呢樣嘢？佢可能就要加啦，為咗自己啲黨友啊或者朋友咧，就爭取一啲福利，係咪？如果係的話，又申報下利益先啦。咁就另外咧，就我哋見到胡志偉又話，因為 CE 咧，我哋嘅特首咧冇辦法解決咗嗰三座大山，上到嚟呃咗我哋，咁於是乎就將佢成個全年嘅人工咧，嗰幾百萬咧就又削減去。喂大佬啊，咁樣係唔係呢？就算俾你胡志偉做特首啊，呢啲問題有陣時都唔係話一下子先解決得到。往往反對派就佢好鍾意嘅就係提出嚟嘅就係點解你做唔到，點解你答應咗嘅時候又咁樣做唔到，或者未達到標。唔好話淨係特首啦，特首咁大嘅權啦，都一樣今日喺呢一個答問大會裏面都俾你鬧不堪入耳嘅言辭，點可以呢？係咪先？即係你要尊重人，要人哋做嘢，你要善意去批評，唔係咁樣好似潑婦罵街。作為一個男人，一個尊貴嘅議員，點可以講啲咁不堪入耳嘅說話鬧人哋？係乜嘢？我都冇辦法啟齒。上次我可以喺立法會裏面講。quote 翻梁油講嗰句粗口嗰度，因為 verbatim， 但今日我冇辦法啟齒。作為一個民主黨嘅黨魁，講呢啲説話，好似爛仔咁樣嗰行為，大家要 play by rules。喺個議會裏邊係尊貴的議員，應該要有尊貴嘅一個表現，去據理力爭。但係點解會破口大罵？日後點樣相見呢？你仲面懵懵？民主黨仲收人哋幾萬蚊，你退唔退款啊？啊，計埋息口俾人好唔好啊？勇敢啲啊，係咪？收咗捐款，褪翻嚟啦！你識得削人哋嘅薪金，你自己民主黨又會唔會咁樣褪翻啲錢呢？如果係嘅，俾個機會你做個 show 啦，俾個機會你去聽日去，唔使聽日添啊，即刻可以做一個 press conference。三萬元連息口，姚議員，請你翻翻嚟我哋。好，即係主席，我其實講呢個咧，係同剛才胡志偉所講話，特首冇辦法處理呢一個三座大山，所以佢就要去削佢嗰五百幾萬嘅薪酬。呢個好貼題，我就話，如果你要替人頭者，你亦都要緊記住一樣嘢，有日你都會俾人替你嘅頭，係咪？
咁所以我哋大家要互相尊重，喺呢个场所里面唔係咁样嚟破口大骂，咁样你建立一个好差好差嘅榜样，你为乜嘢就为香港，我要争取民主自由，我要有一个好嘅政治架构，你都想后辈越做越好啫。但係今日你嘅行为就是已经做咗一个好差嘅榜样，我未必能够可以改写得到昨日嘅历史，但是我深信可以改写明天的历史。但是你今日建立这个榜样，明天是一个很差很差很差 的历史，那不用等明天的人来去批判你或者作出一个定夺，今日已经在众目睽睽下你已经输了着，哪怕你有 几崇高的理念，但你的方式是错的。我不可以说我要劫富济贫，我要是罗宾汉，所以我要将所有有钱佬的人他的钱拿回来然后济贫，不可以这样的嘛。所以他们的那种说法就是提出这55个修正案，除了邝振宇那个，我觉得他那个是最 sensible， 是这么多年来稍微这个是有 sense， 其他那些呢是完全呢是不堪入目。咁所以呢，本人呢就绝对反对我哋啲反对派嘅同事佢哋提出嘅嗰个修订案。我仲想答多答就係、是、杨岳桥亦都今日借题发挥，点解啲政务官要送上去北京度要学习呢个研习呢个国情班，连国家嘅情况你都唔知㗎，你点去治国啊？你自己系井底之蛙，你认为自己知识已经高人一筹就已经得㗎啦。就算你有宇宙咁嘅能量，有咁博学啊，你都要谦卑。上去北京学国情班你就话喂喺党校度唔得喎。咁我哋唔系讲緊我哋有信仰自由，我哋有政治自由，任何人都 OK 㗎，咁成年人去听咁嘅嘢咁就会学坏啦。咁你有冇睇个三级电影啊？嗰啲都可以荼毒你嘅思想㗎。你当人哋系冇一个独立嘅思考嘅咩？所以佢嘅又要剁咗嗰个经费。咁我觉得呢个又系唔啱。喂，话时话啦，你杨岳桥都喺北京度读过书啦，又会唔会影响到你啊？可能就影响调翻转头180度走。咁啊，郭荣亨有冇去过国情班啊？讲句公道说话啦，国情班有乜问题啊？喺党校度坐喺度就系变成共产党咩？咁样嘅嘢噶？咁你有冇去过卡拉 OK 啊？啊！你有冇去嗰啲酒楼嗰啲未有食肆牌咁？你系咪叫同流合污咧？唔系啊嘛，我哋系叫做乜嘢咧？和而不同，系咪啊？我哋可以大家相处，啲社会就咁样。哦，因为你咁嘅，你有咁嘅少少嘅污点，所以我就不堪同你喺埋一齐。更何况嗰个唔系污点，你就将佢嚟污名化，污蔑咗佢。呢一种往往就系太过偏激。而製造到今日嘅嗰個咁唔健康，你睇今日有幾多個俾人趯走咗？五名尊貴的議員，應該叫 honourable members, legal members。而家你加咗個 DIS 落去 ，dishonourable。你建立緊咩榜樣啊？如果以你個角度講，嗰啲人係咁衰嘅，我與佢相處，不似與佢為伍啊！咁如果你哋而家咁样做嘅 dishonorable member， 咁你哋系点样啊？你嘅说服力喺边度咧？你试谂一清楚先。你要人好，首先你要好，但系你自己又做到一塌糊涂。你有冇 IQ？ 我唔觉得有。你有冇 EQ？ 我又唔觉得有。但系你哋好多 DQ， 仲锒铛入狱添。你哋喺呢条路上面咁样一路踩落去，风驰电掣，前边就系悬崖，你仲唔冧崖勒马踩壁力，仲以为自己行条路系好清高？大佬有智慧嘅都听得明啦，你唔好再系咁样喺度误导群众，尤其是我哋学生。在大学里面竟然登了一个庆贺20周年炸这个这样的南斯拉夫中国领事馆，你们有没有出过声啊？
你哋有冇出过声啊？嗰度死咗几多人啊？如果嗰个系你嘅亲属，你会点样啊？咁冷血无情嘅说话竟然讲出，你哋连呢啲都冇讲，竟然有一个揸飞机嘅就喺度啊谭文豪要搞个话批评陈维安系咪有政治审判，搞个嗰个记者招待会，鸡毛蒜皮嘅嘢你就夸张嚟嘅讲，但系中国嘅领事馆被炸咗20年嘅，你班友仔一声都冇出，你点可以系对得住基本法？你哋宣个誓噶，系要维护基本法噶嘛？我哋要爱乜嘢啊？我哋要爱个国家嘛，系咪先啊？爱国有人问送几多朵玫瑰为之叫爱国啊？大佬啊，边系咁讲嘅啫？爱国嘅意思系要有国家领土完整，不能够受到侵犯。你喺我嘅领事馆度放个屁我都唔准啊！何况你攞个炸弹嚟炸我？爱港嘅定义系乜嘢？要令香港嘅稳定繁荣啊嘛！但系你嘅朝朝日日、每时每刻都系谂紧要点样搞乱香港。逃犯协议嗰、那个，我哋实会喺嗰度有充分嘅时间讨论。但系你借题喺呢度发挥，我觉得系亦都骑劫咗个场所。我何君尧系一就一，二就二。当我面对呢啲咁嘅妖言惑众嘅时候，我第一个会企前嚟同你嘅理论。哪怕你系想间唔中食个字或者一个名词嚟去想将我激倒，请你哋唔好再系咁小学鸡，做一啲实事。大家一齐搞好我哋而家应该作为一个 honourable member of the legco 应该要做嘅嘢，唔好再系喺个立法会里面做啲 dishonourable act。多謝主席，謹此陳辭。郭家麒，主席，我發言咧係